依家可以喺内地换发补发回乡证啦，等我哋逐步教你点样预约啦。以深圳市为例，先扫描画面二维码，进入深圳市公安厅网站，选择服务大厅，选择预约日期及时段，按下一步，填妥网上表格，注意手机号码需要是内地的电话号码，填写父母资料，如果有子女亦需要填写子女的资料，要留意速递取证只限内地地址，按确认并提交，咁就完成网上预约㗎啦。若然要查询或者更改，可以按预约查询，或者可以扫描画面二维码进入网站。到咗办理当日，根据预约日期同埋时间，前往已预约嘅出入境受理大厅，带同画面上面嘅所需文件现场递交，再缴交费用。喺办理完毕后，会收到一份受理回执。之后一般等7个工作天就可以领取新证件。未满18周岁的申请人可以由监护人代领，若果申请人委托他人代领，需要提交受理回执、委托书和受托人身份证。以上就是内地换发和补发回乡证的流程了，希望帮到大家了。